新重炮时代，八年级生轰翻大联盟。刚从二 A 直升大联盟，年仅21岁的德州游击兵超级新人 Joey Gallo 今天处女秀超亮眼，4打数3安打，包括3局下这发2分全垒打，仿佛在宣告以后是我的时代。大联盟年轻重炮手这几年越来越出风头，像是年仅22岁、本季已经狂轰滥炸18轰的 Bryce Harper， 以及本季13轰、23岁就头打投收连5项全能的 Mike Trout， 算是台湾最知名的两位青春的搭配。当然也有23岁的 Jock Peterson， 本季也已经有16轰的进账。现在再加上21岁的 Joey Gallo， 这批八年级生根本像是一群超新星还在 up， 是全新时代的象征啊！体育动机时，未来是我的报道。苹果12周年爆料拿大奖，200万等着您！独家给苹果照片、影片或者独立采访的公民新闻，点阅数每周最高一名20万，全月最高一名200万，改变社会，从爆料做起。